始。阿囝阿孙阿嬤，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见面，所以阿嬤有一句俗语来勉励大家，那就是说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什么叫做无理走有理走遍天下呢？就是说你的理由如果是对的，那一定可以顺利的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事业。如果你无理取闹的话，你一定会失败。只有这句话，大家勉励一下。